来，我再给大家介绍，咱这材料是由咱今年红米酒这集团啊，由咱这边吼，咱这中国河北省老师傅啊，差不多七八年，七八年时间吼，才来调制。啊，咱看到在后边这吼，咱这个五谷鱼啊，吼，伊讲鱼你看伊这酱吼是好酱的哦，吼好酱哦吼，伊这好酱，咱一般咱在咱红地里用这酱吼是用好酱。咱民间百姓是送三只，啊，咱王爷才会使用饲料，所以爱分咯。你为袂少，你一般了，民间百姓用饲料较少，吼，比较好。对，吼，因为较早吼，这皇帝人家袂说王侯将相的话，所以说要特别对。啊，咱这个营养了，就是讲这皇帝说的，就是这个一锅一样喝着，一样喝着吼。啊，咱营养这里是嘛，是叫做顶香味，是不是？这种人哦，还可以。